主持人黄子佼穿越时空与虚拟人歌手邓丽君进行对话，邓丽君还献唱一首《甜蜜蜜》，祝贺开幕典礼顺利成功。由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正荣领军的柯文双融，打造台湾首创5G 加 4K 的全沉浸式数位展演平台双融域，推动台湾科技与文化跨域创新迈向新的里程碑。台湾不缺人才，只缺舞台，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舞台呢，是作为我们台湾整个科技、文化跟科技双融，就是整合在一起，能够创造一个新的体验价值。那也我一直在谈的，等于东方系文明，系文明就是精神文明跟物质文明，物质文明我们已经贡献很大，那接下来就是精神文明。也就我们有这个场地的，让很多年轻的朋友的创意，他们的文化的体验各方面，能够在这个场地不断的源源不绝的创造出来。开幕仪式上还特别邀请当代传奇剧场带来《荡寇志之终极英雄》，以虚实整合的演出模式展现台湾传统戏曲转译成数位沉浸式展演的表演案例，期盼在文化界的支持下能够引进更多具有创意的展演节目。沉浸式的这个影像，我想这个制作当然内容那个需要非常多的人的协力，系统的整合，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然后能够呈现出让观众感受到感动啊，我认为是可以做到，能够做到这点，当然商业模式就能够呈现嘛，就呈现。那这中间呢，当然文化部一定是全力支持的，因为前期这个地方在我们这个虽然我们不是做企业做生意的，但我们知道前一两年绝对不太可能获利，所以需要政府全力的支持。那我们这么一开始以表演艺术为主。我相信我们能走出我们自己的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台湾的技术能力是非常非常好，需要文化界更多有创意的人共同来共创。位在台北101五楼的双融域开幕后，将持续带来一连串的精彩展演内容，欢迎有兴趣的观众前往体验。记者林习慧台北报道。